乾隆四十七年，对于64岁的刘墉来说，是春风得意的一年。这一年，刚刚才过了正月，虽然还是天寒地冻的季节，但刘墉却在飞扬的雪花中，早早地嗅到了春天的气息。这时候的刘墉虽然还在任湖南巡抚，但他已经接到了谕旨，他被任命为左都御史，也就是大清朝的监察院长官。他终于可以回到阔别多年的北京了。我们对刘墉并不陌生，90年代的一部电视剧《宰相刘罗锅》，让本来并不为大众所熟知的清朝乾隆皇帝的重臣刘墉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众所周知，电视剧往往对这种题材采用戏说，注重的是传奇性。生活当中真实的刘墉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刘墉啊，除了他的政治身份以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这一点呢很少有人知道，但是对刘墉来说呢，这个身份对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能够让他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着一个重要地位的原因，那就是他是清代著名的书法家，是清代铁学的集大成者，后人呢称他为浓眉宰相。从乾隆十七年刘墉考中进士到担任湖南巡抚，除了在乾隆四十一年回京担任过一年内阁学士外，他就一直在地方上任职，从学政知府进而攀升到了一省的方面大员，从山西陕西再到江苏湖南，20多年的时间过去，刘墉也已经是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了，但他又怎么能甘心长期被排除在京城之外，只是做一个方面大员呢？刘墉的这种不甘心是颇有些依据的，除了对权力的欲望外，还因为他有一个赫赫有名的父亲，他的父亲就是他仕途生涯里的坐标。曾经在屏幕上热播的电视剧《天下粮仓》，说的就是刘墉的父亲刘统勋的故事。刘统勋刚正不阿，为官清廉，备受乾隆皇帝信赖，以至于乾隆赞叹道：“刘统勋不愧为真宰相。”在刘统勋政治生涯的巅峰时期，他既是内阁首辅，同时又兼任军机处的首席大臣。作为臣子，这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最高点了。乾隆38年，已经忙碌了一天的刘统勋奉旨入宫议事。他冒着寒冷的夜风走进轿子，当他乘坐的轿子抵达东华门前时，轿夫打开轿帘，却发现刘统勋已昏迷不醒。尽管乾隆立即派御医赶来抢救，但这位操劳了近半个世纪的老臣却始终再没有苏醒过来。谁也不会料到，刘统勋竟是以这样的方式完成了他最后一次的奉旨入宫。对于这位股肱之臣的去世，乾隆皇帝非常悲痛，亲临其丧。乾隆对刘统勋一生的评价是：神敏刚正，终生不失其正，并把对臣子的最高谥号文正赐给了刘统勋。北京东城李氏胡同129号，
这座四合院就是清乾隆时宰相刘统勋的府邸。刘墉自乾隆16年入仕以后，就住在父亲府邸里面。多年以后，再一次回到这里，触景生情的刘墉心中自然是百感交集。1782年，对刘墉来说，果然是一个好年份。这年11月，回到京城不久的刘墉，在升任吏部尚书后，又被奉派在尚书房，也就是皇子们读书之处的最高行政官员。以后刘墉长期兼任此职，这成为他一生中兼职时间最长的一个职务。清代皇帝为了保证他们自己的江山社稷，对皇子皇孙的教育都是非常正式的。皇子皇孙接受教育的场所就是尚书房，这个尚啊，一般写是上下的尚，还有一个写法呢，就是高尚的尚。因为是皇子皇孙的教育，所以师傅的选择那就是非常受重视的。只有学问、人品是一流的京堂和翰林，才能被皇帝亲自选中来做这份教育工作的。那么在这些师傅之上，还有一个总师傅，或者是2-3个这样的等师傅来负责整个这些工作的。那么刘墉呢，就是在很长时间一直担任总师傅这个职务。11月的京城，天气已经传来丝丝凉意，然而刘墉的心头却涌动着融融的暖意。他知道，入主尚书房责任重大，因为这个职务最有利于和皇子们建立起特殊的师生关系。所以担任这一职务意味着往往能受到皇帝的宠信和抬爱。当然刘墉也知道，今天自己能够和皇上宠信的满洲贵族大学士三宝姬皇共同掌管尚书房，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还是他那一笔出神入化的好字。刘墉的书法在当时就拥有很大的名气。清代学者徐珂在《清拜类钞》中说，诸城刘文清书法论者必知黄钟大吕之音，清妙明堂之气，推为一代书家之冠，盖以其融汇历代诸大家书法而成自一家，所谓金声玉振，即群贤之大成也。刘墉书法的风格和明代以来铁学传统最大的不同之处，便是他不追求一般学铁者习惯的流畅婉丽或纵肆跳荡，而是以丰腴浑厚的点画、率意松散的结字和浓重的墨色，成功地营造出一种雍容静谧，甚至还带有一些拥戴骆驼之象的美感。那么为什么写得一手好字的刘墉就能够受到皇帝的赏爱？在清代，书法和做官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那清朝本身它是由关外的满族来打进来统治中原的，那么满族的这些个帝王对汉族的文化他应该说是非常喜欢，从顺治皇帝开始一直到后来的康熙啊、乾隆啊，这个都是书法的，在书法上下过很大的功夫，而且他们的作品现在还可以见到，哎，也是很有功力的。这个是什么呢？是他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来统治这么广大的汉族地区，哎，中原地区，而且要和这些个士大夫、这些个读书人打交道，他势必要跟他有一种感情上的亲近和这个沟通，哎，那么书法呢是
中国传统的这个文人士大夫的一个安身立命的东西，哎，是跟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呢，你如果要想把自己融入到这个汉族的这个士大夫里面去，那么书法是一个很好的媒介，而且也是事实证明也是很有效的。这里是绍兴兰亭，1600多年前，被后世书家尊为书圣的王羲之就在这里完成了中国书法史上的伟大之作《兰亭序》。千百年来，兰亭成为了无数书家心目中的圣地。这块碑被称为兰亭御碑，无论是它的高度还是它的重量，都堪称中国古碑之冠。碑的正面是康熙皇帝手书的《兰亭序》全文，背面是乾隆皇帝游兰亭时写的七律《兰亭集释》。因此后人把这块碑称为祖尊碑。康熙和乾隆，清朝268年历史中最有作为的两代帝王，在中国书法的圣地，同时用汉墨在同一块石碑上表达了对汉文化的崇敬和亲近。那么在中国的古代，中国的古人读书，他们最大的理想和抱负是什么？就是学而优则仕，就是读书做官，这是为此伟大的事情。那么在这样一种理想和抱负之下，我们又面对一个就是绕不过去的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说呢，所有的想在仕途上有所成就的人，他们必须从私塾开始就认定参加科举考试。就像我们今天呢，也就是呢，要证明我们的文凭一样，我们必须从小学到大学，甚至研究生、博士生这样一个历程。那么就是科举考试呢，又面临一个绕不过去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话题，什么？就是要考书法。尽管刘墉博览群籍，书名远播，又是名臣刘统勋的儿子，但他在科举考试的道路上却是一个迟到者。直到乾隆16年，也就是1751年，刘墉才考中进士。那一年他已经32岁了。关于刘墉在乾隆16年的这次顺利入仕，民间一直流传着种种说法。我们知道刘墉是乾隆16年考中进士的，但是据说呢，和他的父亲刘统勋有很大的关系。刘墉当年考试的会试考试，是由谁来主持的呢？其实大家想不到，其实就是由他的父亲刘统勋主持。那么我们知道，按照清代的回避制度，刘统勋是应该回避的。但是这个乾隆并没有这样做，不仅刘统勋做主考官，因为当时还有其他的统考官呢，但是这些统考官也都与刘家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当时刘墉的书法已经其实很有名气了，因为他的书法特点呢，这个当时在整个官僚队伍中啊，已经传流的很广。根据记载，乾隆16年科考的状元并不是刘墉。既然刘墉的考卷被众人推为第一，那乾隆皇帝为什么没有让刘墉成为状元呢？据王培询的《湘园忆旧录》中记载，刘墉殿试卷以前10本进城，以名列第一。高宗皇帝欲得韩俊之士，
最有一把吴云岩红居榜首。另有传闻说，因刘墉驼背，其貌不扬，遭遇乾隆鄙视。乾隆为了取笑戏弄刘墉，让他以自身为题，当场赋诗一首。刘墉忍辱负重，当即吟出“背驼负乾坤，腹内满经纶，一眼辨中间，单腿跳龙门，担心服社稷，徒脑报皇恩，以貌取人者，岂是圣贤人？”这只是一种传说而已。历史上的刘墉是否有驼背的残疾，史书上并无记载。问题是，民间传说中的刘罗锅是个机敏绝伦、敢于讽刺皇帝、鞭挞佞臣的化身。那么现实中的那个刘墉，在历经了20多年的宦海沉浮，终于回到了皇帝身边以后，他的作为是否和民间传说中的一致呢？据《七侠隔野城》卷下刘文清遗事条中对刘墉的记载，刘墉任外吏时清勤刚正，一时有阎罗包老之称，皇霸入相，声名顿减。时和珅方炙手可热，刘墉委以滑稽越容其间。也就是说，刘墉早年以清官的形象直升闻天下，而进入宫廷之后却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变得圆滑世故起来。1782年，刘墉回到京城时已经64岁了。此时比他小30岁的和珅因为机敏年轻而备受皇帝的赏识，在政坛上迅速崛起。那么刘墉与和珅的关系是不是就像民间传说中的那么势不两立、水火不容呢？我们仔细查阅了清朝的相关资料，在与和珅同殿称臣的20多年里，刘墉并未利用左都御史所享有的稽查之特权，以及担任吏部尚书、主持京察大计的有利条件，对和珅及其朋党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弹劾。在这一方面，刘墉的确不像他的父亲刘统勋那样有棱有角。乾隆皇帝也多次训斥刘墉，就当他遇事不表示自己的主张，装糊涂，故意用模棱两可的话来搪塞。史书中曾经记载，刘墉当吏部尚书的时候，乾隆征询他对人事任免的态度，可是刘墉均以也可来回答乾隆，所以这时乾隆非常恼火。他曾经指责刘墉说，刘墉平日与权重用人权未留心，率以模棱之词塞责，不胜伦非。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刘墉他平时在人事任免的时候说他并没有留心，都以模棱两可的词来搪塞，并不能胜任他的职务。由此可见，民间传说中的那个刘罗锅是凭空杜撰出来的一个充满智慧、敢于伸张正义的化身。刘罗锅已经同他的原型刘墉分道扬镳了。虚构的形象活跃在舞台上，而真实的历史人物留给后人的则是充满矛盾与苦涩的回味。当时刘墉的这种处事方式在官场并非个别。由于封建专制在清代雍正、乾隆年间的极端强化，统治者并不希望他的臣属追求好的名声，因为在他看来，
陈曙获取好名的努力既有碍于朝廷吏治，也不利于维护专制权威。然而士大夫要追求流芳百世的愿望自古就是一种传统，要想改变这种传统岂是一朝一夕。乾隆帝十分清楚这个道理，他解释说，朕以为本朝纲纪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为什么呢？因为乾纲在上，不至朝廷有名臣奸臣，这也是国家社稷之福。乾隆帝本朝无名臣之说，固然说明了乾隆皇帝独裁天下的专制心态，但皇帝的这种说法也从理论上断绝了士大夫名垂青史的人生理想。出身清官名相之后的刘墉，在这种政治环境中也不得不收起自己的求名之心，这也许是刘墉个性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他能够长期受到乾隆宠爱的奥妙。伴君如伴虎，君臣之间的相处是需要技巧的，刘墉可谓是深谙此道之人。乾隆二十年，远在西北边陲的刘统勋因一纸书奏而遭灾祸，刘墉及其家人均被株连，家产也被查抄一空。入狱后，面对着徒有四壁的牢房，不知刘墉都在想些什么。一个多月以后，获释出狱的刘墉即在自己的日记中提醒自己，今后为官为事要切记敏于行那于言的圣训，三思而后行。那一年刘墉36岁，也许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刘墉的为官之道发生变化了。刘墉的一生除了为数不多的诗词外，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其他文学作品，这可能就与他慎守于言有很大关系。刘墉的这种性格在他的书法中也有所流露，清败类抄的作者徐珂就评价他的字是带如浑然太极，包罗万有，人莫测其高深耳。那为啥他这个字很粗，他不让人感觉是墨竹呢？就是他这个字还有骨力，所谓的骨力就是他字的简洁结构和笔画呢很到位，所以说虽然粗，他不让人感觉就是没有骨力啊，像墨竹肉牙似的，不给人这种感觉。另外刘墉这个字他有一种内敛的倾向，就是那个力量往里收，所以你看刘墉字，你感觉他非常有力量，但他力量他是往里收，他不是向外发的那一种。所以说他就给人的感觉就是温柔敦厚，就是说看上这个人很有力，他的力都在里面。连写字都不露棱角的刘墉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他的书法乍一看笨拙软弱，全无法度，但若细细品味，则点画转折全由古人法度而来，而且举重若轻，转化巧妙而不留痕迹。丰富肥厚中藏求媚之趣，平淡舒缓外露雍容志向，似乎在简练的外表下隐藏着深不可测的丰富内涵。清代这个嘉庆朝非常有名气的书法鉴赏家包世臣呢，和刘墉他是多年的老朋友，他在他的著作这个《益州双记》中记载着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那么就是呢，他从刘墉的这个次书铺的那个地方了解到啊，刘墉啊每当对客挥毫作书的时候，所用的执笔法呢是
当母职与世职成这个源泉状，也就是所谓这个龙井之法，以向人民的显示自己纯与顽劣。而当他自己闭门作寿的时候呢，则又是另一番情景，那就是比如五龙五滚龙左右盘旋，冠坠之转，转之甚者，冠会掉到地下，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才能随心所欲。刘墉曾经在一首诗中写道：“嗟我学书岁云久，笑我小技如九九。东涂西抹日已多，人或爱而忘其丑。病逝试探不自禁，况欲除损更醉酒。事中有味不可名，体痛魂忘肘生柳。”这也许是刘墉在官场之中身不由己，太过于劳心，那么也只有在醉意中挥毫起笔，才能感受出人生乐趣。刘墉有一个学生，这个学生的岳父是当时和刘墉齐名的大书法家翁方刚。翁方刚这个人，他一贯强调书法笔笔有来历，也就是说处处要以古人为典范。有一次这个学生问岳父翁方刚说：“你对刘墉的书法怎么看？”翁方刚不以为然，说：“你去问问你的老师，他的书法哪一笔是从古人来的。”这个学生果然去问了他的老师刘墉。刘墉想了一会儿说：“你也回去问问你的岳父，他的书法哪一笔是他自己的。”古人评价刘墉的书法：50岁时书经湛圆，美中有谱；70岁以后造诣达到了高峰。相传刘墉的家乡山东诸城名儒臧启模，书体瘦金，苍劲有力。他对刘墉的书法历来不以为然。臧启模认为刘墉的书法肥而无神，柔而无力。刘墉对这种看法嗤之以鼻，两人争执不下，于是便各选自己的得意之书呈送乾隆皇帝品评。乾隆皇帝历来就很赞赏刘墉的字，当他看到臧启模的书作之后，不禁哑然失笑。他用带有嘲讽的口吻说臧启模的书法是竖如枯枝，横似干舌，浑然一体，枯枝挂干舌。这个故事一时间传为笑柄，气得臧启模从此便再也不写字了。明末清初，一种方正、光洁、乌黑、大小一律的官场书体大行其道，这种书体被称为馆阁体。其实啊，馆阁体就是一种实用的这个书体。馆阁体在书写的时候要求是必须既传统又严格，完全掩盖了书写者本人的风格和特点。那么我们来看书法艺术最讲究的书法家本人的他的个性精神的流露，但是馆阁体呢，无疑是和这一点是背道而驰的。但是由于帝王的喜欢，而且由于帝王朝廷当时处于对思想禁锢的要求，馆阁体这个风啊就愈刮愈烈，以至于到了后来，学子们如果写不出一首漂亮的馆阁体，在科举考试中成绩都会受到影响。刘墉以自己的艺术视野和胆魄首先突破了馆阁体的束缚，
创作出了新的书法面貌。到柳永七十岁以后，又开始潜心于碑派书法的学习。碑派书法是指重视汉魏南北朝的碑版石刻的审美主张，以及主要以碑刻为取发对象的创作风气。这时候的柳永已经被誉为铁派书法的集大成者，他为什么又会改变方向，重新去学习北朝碑版中的书法呢？也许他是想超越自己，也许他已经感到了铁学的局限，也许是学习碑派书法的风气已经开始在整个社会蔓延，他预感到了碑派书法以其强劲的生命力将会代替铁派书法。他不甘心被时代所抛弃。无论怎么说，柳永此时已经是年迈力衰，这对于他来说不能不是一个遗憾。他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把自己推上又一个高峰了。天际白云吹尽，阴间黄叶飞来，源自不离色相，何曾易惹尘埃。明月同光出处，莲花妙印心心，会取定中不隔，吾老梦里相寻。晚年的柳永崇尚佛老，对儒教道教都有很深的研究。他晚年的字融合佛道，生平洒脱之心性浸透字里行间，因此朝野内外渴求柳永墨迹之人多如牛毛。可是柳永却极少以字酬人，甚至当朝同僚也很难得到柳永的真迹。柳永的时代当时正逢铁学衰微而碑学大兴，但是柳永呢，他是专攻铁学的，以铁学起家的，但是他的书法呢却被公认为是一代书家之冠，本朝书法之最，这一点可以说是很不容易的。后来的北学主将康有为在他的《广益州双击》中称赞柳永的书法，说进士行草书，做浑厚一路，未有能出十安范围者。所以说他把刘十安的书法呀就推崇为铁学之大成。柳永的书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个是少年的时候他学董启昌和赵孟俯，这个呢是当时受时代的影响和皇帝的影响，所以说他当时的字是珠圆意韵，像美女葬花一样。中年以后，柳永受苏东坡的影响，那时候就造成了他的笔力雄健，举世堂皇。到了晚年，柳永的书法渐趋平淡，而入炉火纯青之境，论者比喻他为黄钟大吕之音。因为柳永书写笔墨浓重，后人戏称他为浓墨宰相。柳永书法的价值就在于他把悠游养性的翰墨于世与作为朝廷重臣所具有的儒雅气质结合在了一起，使书法真正成为表露人格、寄托性情的理想方式。透过他那温纪敦厚的书法风格，可以使人感到儒家思想的温恭俭让、致远行方的人格心态。柳永几乎一生都在暗流汹涌的官场左右逢源，谨慎务实。历史真实的他，既不像电视剧所描写的那个刚直不阿、毕生和贪官污吏水火不容的刘罗锅，也不像他的父亲刘统勋铮铮铁骨、
豁出身家性命也要为黎民百姓构建起天下粮仓。作为一个官僚，刘墉既无大功也无大过，他以圆滑世故的处世哲学平安地保住了他的身家性命和荣华富贵。但是作为一个气贯古今的大书法家，刘墉却实实在在地给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嘉庆九年，也就是1804年12月25日，刘墉以86岁高龄在京城去世。